一把门打开就发现尸体，吓得直播主失控大叫：报警报警，电电电，这个是人啊，知道不用警察。真的被吓到了，直播主喊着赶快报警，接着又开始浑身不舒服，因为房间内一直传出可怕的恶臭味。接着两个人慌慌张张冲下楼，走出废弃空屋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我先关播。走到室外依旧难以冷静，原来这两人是脸书探险团的直播主，18号凌晨锁定台南学甲这间民宅，没想到真的目击恐怖画面。开门的时候就看到纸在那边很臭啊。报警后他们前往制作笔录，影片也被要求下架，团队在脸书上 po 文写2020年大家平安，但愿死者安息。发生的那个地点呢、是台研一个废弃的员工宿舍，现在直播纸比较流行哦、那到现场去才会发现，那通报我们警方来处理。这次是直播主探险废弃民宅发现遗体，但警方还是要呼吁注意自身安全，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应避免破坏现场，并马上报警求助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